黑白老鼠，诸位长官，黄表会侨务委员，菲律宾海上总会总会长李信芬女士，非法青年服务团总团部理事长谢体育委员林周同志，非法文经总会中央体育委员评议委员常务委员及全体同仁，参加112年国庆杯篮球友谊赛的各球队会员，各位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非法五金总会为庆祝中华民国112年国庆而举办之国庆杯篮球友谊赛，今早隆重举行开幕典礼。首先，让我代表非法五金总会向各位的出席致以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，同时也要感谢丁中央评委员金鹏和丁常务委员金峰提供 Quadden 室内体育馆作为本次的活动的场地。篮球是菲律宾和台湾最欢迎的球类运动之一，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运动，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。希望每位参赛的球员能借助这次的篮球比赛而发挥团队精神，另外能经由此比赛而抢建体魄，切磋球技，促进侨界间的互动和交流。本年参赛队伍有驻菲代表处、菲律宾海商总会、非法青年服务团和非法文经总会属下的北京协会。最后，预祝112年国庆杯篮球友谊赛圆满成功，也恭祝各位身体健康、幸福平安、家庭美满、心想事成。谢谢。现在我要借这个机会，也要。